大家母亲节快乐。市长谢国梁现身在市府一楼，手捧着一朵朵的康乃馨，亲自送给市府同仁。市长，谢谢。男女都有哦。好，来，生日快乐！要送给老婆家的妈妈，母亲节快乐！走进市府各局处的办公室，谢国梁亲手将鲜花送给同仁。无论女性或者男性，背后都有一位伟大母亲支撑整个家庭。市长谢国梁献上祝福。我跟立新处长还有立禅处长，我们就来到各个局处问候慰问一下最辛苦的母亲们。好，那我们市府同仁又比大家都辛苦，尤其我必须要说哈。在我还没有进这个市政府之前，啊，是这个有时候大家一个刻板印象，好像公务人员不是很忙哈，啊，但是我跟玉清跟立成进来以后，我们这三个立法委员啊，我们进来以后，我可以很确定跟各位报告，公务人员非常非常的辛苦，工作量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今天是属于他们的日子，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我们都给一个康乃馨祝贺，因为每一个男性的背后也都有一个以上的伟大母亲在支撑整个家里，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也来问候一下玉馨，是不是跟大家也说一下？是，我想我们在今天也要特别对所有的天下的所有妈妈们说声母亲节快乐，你们辛苦了，这个世界有你们真好。那母亲呢，尤其是我们特殊弱势族群的母亲们，他们所背负的跟承担的付出的其实都超乎大家的想象。在这个日子，我们所有作为子女的，我们都要给妈妈一个热烈的拥抱，跟说妈妈我爱你，谢谢你。社会处精心准备千朵鲜红、粉红、紫色等各种颜色康乃馨，由市长谢国梁、社会处长杨玉馨及中发处长林立禅的陪同下，逐一赠送到各科室同仁手中。预祝天底下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母亲节快乐哦！